让您的孩子用嗅觉去探寻这个世界，将会是非常有趣的。您可以找一些味道很重的东西，例如柠檬、洋葱、醋，或是任何一种香料。然后孩子可以在闻过全部味道以后，挑一个喜欢的和一个不喜欢的味道。这个将帮助孩子学习他们的嗅觉。